锁定目标，发射。发现可疑人员活动，立即前出支援。继续军校等你来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全军唯一的边海防高等院校陆军边海防学院。如今在先进技术装备加持下，边海防官兵的巡逻方式已经大不相同。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校园里面体验一下充满科技感的边海防培训课程。此刻我正在陆军边海防学院的野外训练场，一场以边境防卫管控为背景的无人化作战实践教学正在这里展开。无人巡逻车开路，无人机起飞配合，巡逻小组全副武装在拟定的边境区域展开巡逻。报告，巡逻组发现前方可疑人员活动。无人机巡逻画面里，一组人员越境进入我控制区域堆放可疑标志物。经综合研判，一次更大规模的前出处置即将展开。机动组立即前出支援，携机器人查看并进行处置。无人车第一时间前出捣毁可疑标志物，后勤人员在无人机空投物资的保障下，同时向目标区域机动，巡逻护边，彰显主权。如今随着边海防环境要求的新变化，像这样的无人化人机协同实践教学在学院里已成为常态。起飞，左手控制高度，右手控制方向，锁定目标，发射，发射，命中目标。在教员协助下，记者完成了一次无人机查打模拟训练。然而真实的边海防一线作战环境对无人化装备的操作运用有着更高要求。在李爱玲教授看来，如今的边海防一线更具科技感。我们的巡逻方式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的边海防一线的官兵呢，他甚至可以不出监控室，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系统平台的操作使用呢，就可以获知边海防一线最前端的一些信息。在边海防学院，人工智能、智能无人作战系统等课程被纳入教学体系，工程房里无人车、无人机甚至是无人艇的科研兴趣小组也全面展开。陆军边海防学院曾经走出过为国戍边英雄团长戚发宝、为国戍边英雄陈红军这样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中国军人，遵循着他们的足迹，很多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也来到这里，从这里走向祖国的边海防。然后寒假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就说我瘦了，然后身上也有好多疤，他就直接哭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后还要写那个戍边申请书，说不定我还要去新疆呢。然后我妈当时就没有说话，然后但是他说不管你选择什么我都支持你。那你会有害怕吗？会有担心吗？不担心。为什么？还是那样，我觉得人的一生就是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我要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国戍边。学员黄青山来自一线部队，2022年进入陆军边海防学院。他说祖国不会忘记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为啥喜欢这歌？祖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为国防事业献身的最可爱的人。曾经历一线部队近年来快速发展变化的黄青山，对于扎根边防的认知更加具体，也更坚定。你现在有想去的地方吗？想去喀拉昆仑，渴望成为边防线上的一枚戍边钢钉。学员谭兵曾在西藏边防当兵，他说站在边防哨位时内心的那种震撼让他至今难忘。我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我身后的万家灯火。我在陆军边海防学院，我在陆军边海防学院，我在陆军边海防学院，等你来加入，等你来加入，等待你的加入。